皮真恶心。摆个盒，百合，俺们家又大头又小丑的，哎呦我这一级，摆几个盒，我们差不多可以撤了。最多能摆几个？摆六个是吧？走，去下路摆盒去。全军出击！我们跟大头走一块儿啊！无限摆，哪里无限摆？能一共摆六个。先打个红，你咋的呀你呀？是我一小飞刀。换了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我给你小片刀，给你个小飞刀。飞刀，飞刀，飞刀，嘚，飞刀，嘚，飞刀，隐身，打个黑暗收割。都给你摆上盒，飞刀。这现在就是我们的阵，兄弟，五环阵。这边已经出不来了，这边已经出不来了。飞刀，漂亮。在这脚底下摆个盒，恐惧。他俩的确实挺欢迎的。哎，后边，哼，想追我，小伙。科学的甜美气息。这琴女儿。飞刀，哎呀，有盾，哇扎！哎，哇哦，这都能把我吓荡了！我蓝炼汉苦楚还是炉灯？你们说？快！紧急！时间很紧呐，时间。炉灯，好的。
给你个飞刀，飞刀。飞刀，啊！哎呦，好痛！刀上当了，哎，好兄弟召唤出来，哎，好兄弟咋死了呢？飞刀。这飞刀，飞刀，我给他虚弱，快快快快快！没事，他俩都得死。飞刀，闪现。飞刀，我好兄弟呢？我操，还能这样呢？我这是梦魇的吗？这连我的兄弟都看不见，这也忒恶心了。这边都是俺们的核，往这边走。大头死了，我就不组合了，我就组飞刀吧。飞你一下子，杀你的兄弟。好兄弟，给我扎他的奶！多摆几个盒啊！飞刀，那是打不到的。飞刀，我靠！这凯隐疯了，凯隐，凯隐发疯了。还是组合吧，哎呦啊，你干哈呢？你在那变鸟，还变成鸟了，我天哪！我扛他，这老些东西呢？飞刀，哎，飞刀，快这王八来了，快跑！快跑，大头！快跳弹！好兄弟，给我扎他的龟脑袋！凯隐，这玩意儿挺烦人呢。
都不知道我在哪儿。凯隐呢？我出来了，凯隐。塞拉斯，让我看看啊，怎么个拉斯？你给他放个火。哪个是真的？这个是真的。这个脑袋上有那小丑呢。哎，这在这里呢吗？人呢？塞拉斯，往这走来，这用核砸死他。这什么玩意儿呢？怎么还无敌了呢？这还？哎，小王八。这王八干哈呢？不要命了！这王八，王八以为自己很幼是不？AP 小手伤害真低呀！哎呦我这嘘嘘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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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呀，还有意外收获！哪来个梦眼儿？梦眼儿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？你这个老梦眼儿，你怎么的？我不给你小刀拉屁股，我给你开开眼儿啊！来个巫妖吧！哎。打假，专业打假。王八，算了。哪个是真的？把他踹了！我那好兄弟死的有点快呀！这琴姐的虚区有点高啊，这。这咋扣着我的呀？这是不是炸弧？伤害好低呀，这小丑啊！还有没有法强装备了？来个星界驱驰怎么样？我都快神装了，我才这么点法强，我才四百点法强。大天使，琴姐多少法强？塞拉斯多少？塞拉斯看不见，是他法强成长有点低吗？塞拉斯都424了，他才两件装备。
小刀拿屁股，扎！跟我小丑赛跑。最后来个法穿吧，哎，那小飞刀，哎呦我这是 AD 满呢，居然不是 AP 满，这是一股清流，玩吧，来玩吧，吃我一句小刀，玩吧，今天我们就玩玩这玩吧，闪现，太骚了我的。来个法穿棒，你看我都说这梦魇不好玩吧，还好没玩梦魇，这玩近战不好玩，近战不诱还没喂鱼，虽然大招很快啊，把自己打死了，你说你打他干什么，我杀个禽嘴应该没啥问题吧，还行啊，杀了个禽鸟，巫妖确实有点没用，那你是出啥嘛，那没东西出啊，这英雄啊，出个女妖也没用，女妖，女妖的四十秒一个，我们主要是烧你知道吧，哎，金身可以出个钉吧，呢出个钉，鬼叔啊，那鬼叔把这卖了，这不就完了吗，鬼叔也行，这么样子来一波，我的好兄弟，给个虚弱，我小丑呢，你吃一路我吃一路，
俺俩搁这放东西啊，我放盒，你放炮台，我再召唤一个好兄弟。